Hello， 真实的油管博，悲惨人生开始了。哎，你看，爬起来，发现我们的自己的电脑还在上传影片呢。啊、哦，天哪！好，醒来就开始准备拍影片吧。来来来，再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，我们的主机，哎，还是很烂很烂的电脑，然后网络摄影机，还有一个30块钱的麦克风，我们就要拿这种很烂很烂的配件，就从这里当做我们的起点开始录影。哎，真的很惨呢，你看，连网络摄像头都还是低分辨率的。连 Full HD 的都没有啊！算了算了，开始吧。好，先选一下，看看要不要调整一下影片的名称。好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改这个东西，改这个名称。好，不会影响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哎，来来来，编辑影片。游戏把手拿出来，开始。好，哎呦，问候大家。好了，来，先给大家一个问候。然后呢，概要要选哪一个呢？嗯，有技术性的好了，有技术性的可能比较多人要看哦。再来选择一个杀气腾腾的。好。这一次影片就这样子上映好了。好，进到 Final Cut Pro。 好，把影片导入进去，然后呢它添加标题，调整颜色，再开个柔焦吧。哇，上传要12个小时，渲染要11.3个小时。哎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子。哦，烂电脑搞的会搞死人呢！啊，上传要12个小时啊！哦，它的网络很慢呢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哇，那么久，天哪！好了，看一下能做什么别的事情没有？哦，这个游戏啊，它其实最差的地方是在于说，它不会自动的去调整这个视角，等于说你要自己去调整。好，我们出去上课咯。你看，把电脑挂在那边干嘛？你看右上角，它还在上传影片呢。哦，我们去上完课回来，哇，这个影片居然还在渲染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哦，发来一个 email。说有特价的东西要给我们，哎，这是谁？妈咪耶，妈咪回来了。哎呦，又说我们没有认真上课了，再不认真上课就要被禁足了。好，赶快，我们赶快出去上课吧。右边的下面是有一些工作列哦，会是你需要去完成的任务，被指派的任务，所以你会看到说你现在是需要去工作还是要去学校啊？那工作的部分你看一下哦，这边有送报纸，哎，钱比较多，我就选送报纸。好，好，那你看好，我只需要1/1，所以我完成了这个的话，我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哦。啊，这个部分是让你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，你一定要看右下角的这个部分，我会告诉你呀，呼。赶快，哎呦，注意看好哦，上面那个睡觉的这个已经快要变成红色了、哦、不要让它变成红色的时候再去上床睡觉，这样子它会动作会很缓慢。好、哦，哎呦，你看，现在又让它去学习，它等一下回来的时候一定会没有电了。哦，你看，那个整个变红色了。变红色的时候就会很累哦，很多事情都不能做，而且动作又很慢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好，赶快回来睡觉。你看他连回家都变得很慢。
哦，这个体力要注意一下。哦，上面是睡觉这个精神的体力，那下面的话是肚子饿的这个部分。我们现在等级二，那前有170，我们现在订阅者有103个订阅，那点阅数有494。好，我们终于有100个订阅者了，赶快再来编几个影片吧！哇，好，加油加油，认真拍片啊，要当油管博哦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哈。想当年阿神说他当了三年的油管博，居然只有500个订阅者，天哪，好猛的阿神啊！当时候阿神居然哦只有500个订阅者，他居然玩了三年呢，哇！不过以他的恒心毅力，他现在成为台湾最大的油管博，哎，有超过200万个订阅者，哇，真的是太猛了！这可能也是当年阿神的一个状态吧。哦，可能也是好好的去剪接影片，然后去买游戏拍片，买游戏拍片。你看，收到了很多的赞，这就是油管博，很可怜呢，很可怜。你看103个。啊，一个月会有多少个那个点击数？494个点击耶！天哪，我这个影片到底有多少人会看呢？啊，好可怜，好可怜。好了，不过这个是每个油管博的心声呢、啊。哦，都是很惨，很惨，不停的投资，你看又要买片子。买完片子拍完影片也没有几个人在看，这很惨，我不管了，先做再说，将来有机会就会变成的大赢家。好，那我们买这个游戏啊，要选择这个比较那个星星数比较高的，比如说现在比较热的影片哦，你如果选择比较高的影片，好，那你在视频播出的时候就会有很高的点击数哦，这一定要相当的注意哦，不要乱选影片哦。好，你买影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一定要来看第三集咯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